又是呢？你跳进那个洞看吧，快掉到这里很正常的。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再加上那边，这种剑士，我已经把它控制。下去会不会吃掉所有的剑士？好不好？来，你跳下去喽，吃掉所有剑士。我看看，没有。但是呢，飞向可以，就是全部吃掉了，奇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飞向来说就会被吃掉了，很奇怪哎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拜托了。